这是一处正在发掘的考古现场，坐落在广州市繁华的市区中心。这处大型古代建筑遗址在经历数年之久的发掘当中，因为出土文物的丰富和重要性，一直吸引着国内外考古界的关注，成为今天岭南最为重要的考古现场。1995年，这里准备兴建一幢25层的大楼，一个砖孔打下去，竟发现了4件带有“万岁”二字的瓦当。这些瓦当烧制考究，上面还有精致的花纹，这让考古人员吃了一惊，因为写有“万岁”2个字的瓦当，肯定是来自帝王的宫殿。在南海边，这里是哪一个国度的宫廷呢？随后，当地文物部门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一处石头构造的水池和大量瓦当。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叠压原理认定，这里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南越国建筑遗址，这在岭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经历了繁华过后久远的尘封，这个遗址让今天的人们触摸到了那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2000多年前，兴于秦汉交替之际的南越国是怎样浮出历史的呢？公元前209年的秦帝国面临着灭顶之灾，当秦始皇的继位者秦二世还陶醉在拥有广阔无垠的疆域时，其实这个空前强盛的大帝国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五岭山脉以北突然燃起的战火，岭南秦军的最高首领任嚣似乎并不吃惊。这位位高权重、统管着岭南三郡的秦朝地方将领，拥有着50万强悍的秦军，在帝国生死存亡之际，他的一举一动可谓举足轻重。然而，经历了平定岭南战争考验的任嚣，却在这时没有北上去挽救危机中的秦王朝，这是为什么呢？瞭望2000多年前秦帝国最开阔的版图，可以看到有2个地方有着天然优势，一个是帝国最初崛起的地方四塞以为国的关中，秦人正是立足这里完成了统一6国的霸业；另一处就是帝国最后开辟的疆土，远离秦帝国统治中心的岭南。这里面这个地理环境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这个北边呢有南岭，南岭呢是我们国家南部一个很重要的山脉，啊，南岭呢阻断了岭南部分和这个长江流域、江南丘陵，它们中间的这个是一个起一个屏障作用，啊，另外呢就是岭南本身呢，你像珠江三角洲啊，这个韩江三角洲啊，这些地方都是农田非常肥沃的地方，而且靠海，海洋交通呢也很方便。史记这样描述，岭南除了有北靠五岭、南接大海的地理优势，还有人数颇为众多的中原移民，这都是岭南立国的绝好条件。这个他带去那些军队50万人，他死了一部分。但是那个这批军队进入南越地区，到清末农民起义的不到10年的时间，这些人都还是年轻力壮了，他用这一批。任嚣明白，这些来到岭南的大部分秦军，他们自己的国度才刚刚被纳入到秦帝国的版图，他们和秦人的仇恨并没有随着帝国的统一而烟消云散。
戍守岭南的50万秦军，大多又是平定岭南时的江淮楼船师。这个实力的话呢，基本上来源于江淮，而大部分原来楚国的人，而楚国人呢，对秦朝仇恨最大，所以历史上说呢，楚虽三户能亡秦，所以你叫他们北上去援助秦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秦末的战乱中，岭南的割据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在当时的五岭以北，原来掌控着秦王朝大片土地的地方官僚，在风起云涌的反秦起义中纷纷倒戈。冀中平原的古城正定守望着一方富庶平坦的田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它是赵国的一个重镇。从这里向西，就是连绵的太行山，再往西过了黄河，就到了秦国的腹地。在2000多年前那场历史变迁中，这里有一个人在人嚣眼里有着惊天为地的能力，他就是赵佗。史记记载，赵佗来自正定，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正定县。公元前238年，赵佗出生在这里时，秦国和赵国之间还是战火连绵。25年后，赵佗已经来到岭南，担任秦朝南海郡的龙川县令。在当时岭南三郡当中，一个龙川县的县令何以被人嚣选中，而挑起立国的重担呢？赵佗又有着什么样的才干呢？这就是地处广东北部山区的龙川县，最早从秦朝立县，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人们对赵佗充满了敬重。在龙川的驼城，赵佗开凿的井至今保存完好。那是厕所就是井，那个呢有2000多年的水了，那个水呢很好，那就是这个敖山呢那边运过来的。史书记载，这口井井水甘甜可口，深得当地越族人的喜爱。刚刚成为秦帝国最南端的疆土岭南，远离当时早已开发的黄河渭水流域，呈现着野蛮和荒凉。从中原来到岭南，赵佗面对的是与中原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世代生息在险峻山岭当中的百越民族，风俗独特原始，他们断发纹身，喜食蛇棒。这是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人操蛇托座，一个大力士口衔一条两头蛇。秦军平定岭南，同越人的冲突时有发生。赵佗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当地的越族和南下的汉族人能够和平共处。从尊重越人风俗习惯开始，提倡汉越平等，赵佗在龙川站住了脚。正当赵佗在秦帝国广袤疆域的最南端用心经营的时候，致命的危机却在帝国的中心爆发了。中原突然爆发的反秦起义蜂拥扑来，貌似强大的秦帝国刹那间岌岌可危了。任嚣在秦末风云突变的局势中去世了。继任南海卫的赵佗面对中原连天的战火，开始实施割据岭南、建立独立王国的步骤。在中国历史发生大巨变的那一段岁月当中，岭南究竟面临怎样的命运？
史记记载了其中的一些细节。赵佗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断绝岭南和中原沟通的要道三关道，并且称道兵且至。横浦关、阳山关、黄溪关，当年秦军修筑在五岭山脉险要处的关口，正好卡死了从中原进入岭南的通道。三关道是从岭北进入岭南最捷径的捷径，最直接，哎，通过横浦关，那么呢到达这个黄溪关，然后呢沿北江而下就可以呢直到番禺，哎，通过这个阳山关，那么呢这个哈、啊、那连江而下，然后呢进入北江，又呢直达番禺，所以呢这个距离啊，在地图上看，直径都在300里左右，很近。三个关口在地理布局上形成了一个军事大三角，可以互相支援。大三角的支点正是连江下游的黄溪关。黄溪关正好处在西江和连江汇合的地方，它设置的用意非常明显，那就是为了支援上游的横浦关和阳山关。如果上游的关口一旦被突破，黄溪关还可以作为第二道防线。事实上，正如任潇所料，赵佗确实展现了他不平常的军事才干。除了守卫好岭南的三个关口，赵佗还建立了一道横跨五岭山脉的军事防线。这道防线几乎卡死了所有从岭北进入岭南的要道。在广东省北部的乐昌市境内，有一条江叫做五江，秦汉时期称五水。这条江从五岭山脉的群山中穿出，流入了北江。2000多年前，这条江是沟通岭南和岭北的一条重要水路。五江在流经乐昌一段时，水域最为险要。史书记载，东到真江，西至漓江，这些进入岭南的河流中最为险要的地方，就在连江进入乐昌城的龙口。就在龙口的西岸，有一座城堡叫任将军城，正是任潇任南海卫时防止越人北犯修筑的。当中原大乱后，赵佗又在龙口的另一侧修筑了一座城，叫做赵佗城。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乐昌城外五江南岸发现了一处古城堡遗址，大部分淹废河里，当地称周仔，城基的石头还很结实，这正是《水经注》记载的五江要隘赵佗城。公元前206年冬天，刚刚统一天下14年的秦帝国就在阿房宫的大火中迎来了悲壮的结束。《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烧秦宫室，火3月不灭。岭南赵佗的军队刀剑出鞘，注视着中原的大火。历史学家判断，就在强秦灭亡后的那一历史瞬间，岭南处在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当时只有岭南是秦帝国的最后一块疆土。
赵佗和他的秦朝军队也是杀红了眼的中原反秦联军最后一个敌人。在这样危机四伏的时局中，赵佗面临怎样的命运呢？在今天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里，象棋是颇受欢迎的娱乐方式。小小棋局中的楚河汉界，掩藏了一段旧日江山的天下之争。公元前206年冬，几乎就在秦朝灭亡的同时，刘邦和项羽争霸天下的楚汉战争打响。这对岭南的赵佗来讲，已经不仅仅只是喘息的机会。就在中原的刘邦和项羽在争夺天下时，赵佗统一了桂林郡和象郡，岭南在政治上划归了统一。历史学家判断，赵佗在秦朝灭亡后，能够在岭南有足够的时机建立横跨五岭的军事防线，并且把岭南的南海、象郡、桂林郡三个郡统一起来，形成一个能够抗衡中原各路军队的军事集团，最终奠定了帝业。正是和刘邦、项羽为争夺天下而鏖战四年的楚汉战争分不开。在中原楚汉战争的第四年，刘邦的对手曾经是击溃秦朝的第一号功臣项羽，在乌江边兵败自刎。然而此时的赵佗早已在岭南部署了牢固的防线。公元前202年，几乎和西汉王朝建立同时，赵佗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秦帝国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南越国定都原来秦朝新设的南海郡郡治番禺，它以绵延千里的五岭山脉作为国家的北部边界，南面眺望着无垠的大海。这个在秦末战火中崛起的岭南王国有着怎样的气象呢？1995年，广东省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了南越国宫廷建筑遗迹，一处石沟水池和大量瓦当。在水池壁面的石板上，还发现三处带有番的石刻文字。专家认定，番字的含义正是秦末所建番禺城的意思。1996年，就在石沟水池附近，在一次施工中发现了一段150米长的曲流石渠，渠壁全部用红砂岩铺砌，渠里是大小均匀的河卵石。这道曲流石渠陡折蛇形，恰如北方黄河的走势。这是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走进人们视野的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园林石井遗址，2000多年前南越国的宫廷御花园。这个曲渠到了这里呢，这里有个弯月池，这个弯月池呢，它里面呢有几个结构情况，一个呢就是它中间有两列这个石板，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它把这个池子呢间隔成了三间。然后呢，两边的两个间呢，还放了两个柱子，这两个柱子放在石板上面，柱子上面还有个凸笋。然后对应的这边呢是有两几块牛鼻石，这几块牛鼻石，也就是说当时它这个池子的上面应该是有一个建筑。这是根据水池构造想象出当初的形状。在石沟水池下有几百个龟鳖残骸。专家猜测，南越王生前可能喜欢食用龟鳖。
随后更多南越国遗址在附近几百米的区域内被发掘出来，这是一个当时宫廷使用的石水砖井。这是曲流水渠边回廊的散水，这是文踏堕空心砖和公署地砖。出土最多的是万岁瓦当，还有许多绳瓦和铜瓦。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大量的瓦和瓦当的这种情况来看呢，当时的建筑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从我们从现在发掘的大量的那种大型的花纹砖、铺地砖还有空心砖来看呢，南越国的这种建筑用陶的这种工艺和烧制水平，在当时来说是不亚于汉长安城，而且在很多方面呢比汉长安城水平还要高。在遥远的南海边，番禺是怎样的一座都城？2000初，在南越国公署园林遗址西侧，考古人员发掘了南越国公署的一号宫殿遗址。根据考古测算，这处宫殿遗址占地约有150,000平方米，宫殿遗址区密布着排水渠系。专家推断，在当时南越国的都城番禺体现了高超的建筑水平。结合南越国公署遗址发掘出的大量建筑瓦材，专家推断，番禺城的宫室布局很可能是模仿西汉都城长安的建制。这是一幅南越国都城番禺的想象图，它是岭南的小长安。公署御花园里一道不知来处的水流顺着长长的曲流石渠流进了弯月状的水池里，宫殿和亭台掩映在溪水草树间。当时的南越国公署正是在越秀山和一座叫做虞山的中间，珠江的涛响声清新入耳。这就是2000年后的番禺、广州，成为今天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珠江依然穿城而过。这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路。考古工作者通过勘察发掘，这是一道层层叠压着的城郭道路遗址。不同朝代的砖石路面还保留着当初的样式。考古证实，这条马路最下面的一层正是2000多年前南越国的公署走道。可是这个靠山面海的王国像是一个出生在遥远他乡的婴儿，岭北广袤的大地已经归于一统，在日渐强盛的西汉王朝眼皮底下，新生的南越国，它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国力羸弱，受到匈奴威胁的西汉王朝内忧外患，而与此同时，割据岭南立国的赵佗合集百越，发展农耕。这个原本被群山阻隔在大海之滨的岭南王国，国力却走向了振兴。请收看下期播出的5集纪录片《岭南王国》第4集《山海振兴》。